持人。那么呢，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参与这次的活动，由经济部标准检验台南分局所举办的商品保安全民众享安心活动。嗯，好，那我现在先问几个问题，我们要送芝曼的签名海报喽。请问这次的活动代言人是？的人就会有机会回答，一、二、三。后面那个拿那个看板的黑炮台前来吗？那就是你。请问一下，这次的活动代言人是？王子曼曼曼。恭喜你，啦啦啦，欢迎。好了，再问一个问题。这次的活动名称叫做一，先放下，一、二、三。那位带雨伞的小姐上台。请问一下，这次活动的名称叫做？名称叫做？小心！好，知道，知道。越想越大。